PK， 甄子丹、金刚狼只拼演技不卖肉。在如今的娱乐圈，为了混口饭吃，女明星们早就开始袒胸露背、平视野线了。可本该裸上身都无所谓的男明星，却玩起了保守 muscle man。 你们的肌肉呢？把卖点都藏起来，你们准备靠什么混？说的就是你们修杰克曼和甄子丹。这两位昨天各自在北京宣传电影的型男，在被要求小露一把送粉丝点福利的时候，居然都毫不犹豫拒绝了。曼被女记者要求说是，就是展示一下胸肌，你每次发布会还都包裹得挺严实的。我觉得最好的东西不需要老在卖的卖吗？啊，难道我每次都给你看我的事业线吗？啊，这个事业线呢，还是留给啊需要的时候才展露一些。不管你脱与不脱，肌肉就在那里，不增不减。这次50岁的甄子丹碰上45岁的修杰克曼，型男 PK， 真不知到底是宇宙第一更强，还是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呢？这次你和那个修杰克曼两个大型男对决，有没有信心呢？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我欣赏的一个演员，那我们有自己的一些特点，还有也有他的特点，大家都不同的口味。虽有型男主动示好，但休杰克曼还是心心念念着美女，双冰就是他的最爱哦。I also know that I'm probably maybe not so liked by male actors around the world because I've had a chance to be in movies with Lee Bing Bing and Fan Bing Bing, which is a little greedy on my part. 小编点评：狼叔，你可不能总找冰冰下手啊。